安，加油。可以告我恐吓了，来呀、啊！我身上还有油桶的问题吗？没有用了。bar 我不能再拿更多了，那所以我可以倒掉。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店长可以换一首歌吗？拿了，我去哦，院长，我去了哦。哎、欸，隔壁耶、欸！在警局前面，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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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撞到了、欸，是吗？啊！被谁撞到了？被你撞到的，你上我车是怎样啊？给我解锁啊！对了，车坏了啦，车坏了啦！哎，我的车怎么办啊？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啊，你啥时上车的啊？哎，那个，我车怎么办啊？我帮你开过去。掉了掉了。医院啊，医院，医院。那、啊、我帮你把车骑过去啊。哎，是院长要帮你看吗？院长，你是要帮他看的吗？院长，院长，你是新来的医护吗？你帮他看了、啊，他车祸受伤，骨科不是你专业的吗？哦，对，我是医哎，护。叫什么名字院长，院长要下小班去睡金觉了。刚。小金刚哦，小心肝，小心肝，对，所以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我啊？是男的儿。啊，院长说你只是车祸撞到骨折而已啦。
那我来检查一下哦。好啊，好。那就帮你擦点药、消毒、包扎，这样就应该就没事了。好的，好的。那骨折是3000，然后消毒点滴那些是1000，这样总共4000块。要请，要你付还是刚刚撞你的付啊？哦，好的，好的，4200啊。好好好，那你躺一下就可以出门喽，出院了，不好意思。好好好好好。院长下班啦，又剩我一个啦。院长下班啦，我变院长啦。慢慢走啊，不要急。不是啊，他下班现在就医护我最大了吼。哈，我车嘞。哎，对啊，不是有人说要开车过来吗？你的车啊，这里，这里，这里。啊。好啦，拜拜。拜拜，早日康复。哎、欸，啊，这台是谁的车？我打算搞事吗？应该是没有啦。我搞事若出事的话，我被关，还有人受伤死掉的话，我要怎么救？欸，主要是早上没有医护啦，晚上的话再考虑啊。晚上人多就可以去搞啦。安安哦，刚来的安安。你加油欸。刚刚咪咪听到一半，对啊，搞事要下班才能搞啊。
现在没啥人可以搞事，不行啦。我一下班的话，医护就挂零。啊，万一有人出事，我也收不到那个讯息。洞中开放财主宝哦，所以现在是一名警员。就。警局没人。打方向灯，还好灯在亮。是 GTA 没有的哦。我现在有人推荐，你可以去就是各大台，我觉得我不算大台啦，因为我当时也是问老天说要怎么进去，啊就是靠老天介绍我进去这样子，有人在里面。找人吗？还是看病？啊，我想尿尿。我想尿尿。要不然就说这里是厕所，然后洗手台在这边。真是尿尿的地方。再进去。啊，糟了糟了糟了，那只能这个了，这个不会动。编织。巧克力，巧克力应该没有空啦。我其实时间捏得很紧欸，我真的还要画图，所以我搞不好等下就要离开，离开又没有人啊，所以我搞不好现在是晚上不太会开台玩游戏，应该是都开台画图做事情了，对吧、啊？主要是确保就是人家不会进来乱玩乱闹。至少要有那个可以确定不会乱的那个人选。啊，如果你看，如果老天推荐我进去，啊，我在里面乱闹的话，这样老天也很没面子啊，懂吗？这人是海啸吧？我要参加吗？哎、欸，嗨，你的车在那边啊？哎、欸，三叔，嗨，你怎么走路掰咖啦？我昨天肚子被院长的车撞到，所以很还在痛啊。我要去换衣服啦。好的，慢走，慢慢骑。嗯，上班加油呢。好的，好的。慢走，慢走。Hello。那天就去救他的时候，阿星三叔，他捏得太像吴孟达了。我去尿尿，我快受不了了，就保证这时候不要有人出事情。好了，我尿尿了。
晚上就基数我再报啊，偶数就不用我啦、啊，对不对？那就看看有谁报名吧。我看今天玩什么，可是我早上看的时候完全没人报名，我想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感谢 follow。哎，朵朵，我没给你吗？你换账号了，对不对？等我一下哦。这个没有啦，晚上是那个啦，晚上是我们那个每个礼拜三都会开的。哎，朵朵，听说你昨天晚上很屌，是不是？哎，干，不然等我晚上关完台之后，我再跟你搭。因为今天我救到了几个人都说你们晚上新来的妹妹很恐怖很狂很凶他们讲的啊，我说你们昨天晚上哦那个女的哦有够夸张的啦，会笑死我了。喂，小总找不到你啊，不是 DUO 吗？这个，好了好了，我回来了。哎、欸，他们对啊，就是因为你昨天收的钱，你知道他们多夸张吗？他们说什么？哦，他诶，就今天来了一个，就说哇，你收的也太便宜了吧！你们昨天晚上那个女生，哦，超凶、超恐怖的诶，随便开价就要多少钱多少钱。我都想说，干，我是不是收太便宜了？啊，你都什么时候会上来啊？因为我现在就是看早上都没医护啊，然后觉得上帝又这样子怕太忙，我就先来帮忙当医护。不然晚点等我们晚上玩完之后，我再上线来跟你玩。我也觉得我太佛心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当神经病，因为我们院长是神经病嘛，然后你也是新来的神经病，然后又有一个小碎是那个嘛心理治疗师啊，我就说我要当兽医，有没有？我又跟院长说，院长其实我看动物比较厉害啊。我今天就看了很多动物啊，而且我不知道你会想要来当医护欸，我以为你会想当技工或者是计程车。我应该跟你多学习学习，我觉得我当医护还要练，我觉得我不太会当医护。我想说大家都有车了。哦，也是啦。哦，主要是大家都是被海啸冲走，就是直接跟市民借车嘛。借车就是会不叫计程车，不然你现在上线啊，不然你现在进来，现在打卡上班啊。对啊 ，UCMC 啊，所以现在都是因为这样子。哦，得不对不对，所以你电脑搞好了、哦，花了很贵吗？你不是那时候电脑怕花太凶？打方向灯。
哦。你还没打人设，结果你就先进来了吗？可是我觉得你的设定很狂啊，你搞不好可以，搞不好等院长退休，你就是下一任院长了，跟你讲，对不对？那我换一颗power就解决了，我上面还有天血滴啊。可是我听说他们要换了，学好像医院的女生都要去做别的行业啦，因为他们昨天田学姐昨天下班有跟我说她应该要离职的，然后离职要去开一间店。然后可能会找人去，他是这样跟我讲的，然后说到时候再邀我进去捧场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靠，该不会到时候医院只剩下男护理师了吧？对啊，哦，现在可以讲场外的了吧？就是他们。就是会找人去做八大行业，卖酒的，就是卖酒啦，进去里面买酒消费的。啊，你身上不能带酒，你身上带酒的话会加收钱，对吧？他们还在看啊，所以到时候不可以连你也离开哦，昨天有被咬。他要把全岛的女生带过去，你知道吗？你要说靠，才十万，还是每个月十万啊？不行，我跟你讲，医院一定比那边好赚。如果他们听到我付 A 罩杯就不给我钱了。等一下，你的设定是付 A 哦？不是，我跟你讲，你真的来医院会比较好赚，以你的个性，再加上大家都怕你，有没有？医院才是你发财的地方，你不能离开我们。去医院看报告，等超久，然后银行办事也等超久，去睡觉啊！医院跟银行不是冷气都开很强，很好睡。不是啊，我今天救了起码三个人，有两个人都提到你的事情，就说你们玩班的新来的真的很夸张，很恐怖。我想一下有谁哦，好像一个是叫养乐多的啦，那另外一个我忘记了，另外一个很早之前的。跟小福那个回头，不是，我觉得小福是因为他在场外已经知道朵朵多恐怖了，他进去演的话，难免他演不了那个戏，他怕惹到你，所以他应该就是赶快怕你了之类的。所以小福现在是局长吗？养乐多不，小夫现在是如果是局长的话，那局长为什么会怕院长啊？奇怪。哇塞，那我要去警局玩一下。我说局长你好，你对这个城市做一个动保动物什么，还缺了动保人员，你有没有想要资金赞助一点点？有没有？我想成立动保协会，不知局长你有没有兴趣？马上出事了，等一下，好屌、喔！看来是前面，我去看一下。两台警车，好屌、哦！
不会，我就撸他嘛，就撸他看看啊，试试看嘛。我就说抱着会被拒绝啊，直销不都这样子吗？你要不怕失败，勇于面对错误。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小五的吧？跟上去吗？我的这台车才跟不上去嘞，我这台车多慢啊！哇，这么多警察哦！然后这台车多慢吗？我甩个弯就飞出去了、欸。对啊。那要不要上来一下、啊？我还在想要不要去刷一下手游呢。去刷啊！我上班啊，你坐我旁边玩手机啊。可是没什么好玩的。哎，杰瑞，你要的话，我可以从 VIP 改成刀啊。我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繁星，你把连结打开，大家会贴剪辑的精华，很好笑。我最近应该会开啦，不然我今天开好了。那个怎么开啊？不然当时是因为有很多什么钓鱼连结啊。不然我改一下好了，对啊，就派人贴其他的啊，啊，朵朵我给你刀好了，然后给杰瑞跟朵朵，朵朵改成刀，改成刀，然后杰瑞改成刀。因为我想说，就 mod 是给真的 mod 在弄，啊，好友的话就是用 VIP， 有分清楚一点。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哦。哈哈，白痴哦、喔！看到就，哎那个，小波小波，哎是，怎么了？你上哪儿去啊？没有啊，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家里有，白痴哦、喔。好啦，我们去找小波。我还在追啊！